个字儿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会议的组织工作，中华是在这个。한국에서중국글자를썼지만笔谈的资料那个非常的那个精美。笔谈大家知道，又称比喻、比划、传说的这种记载。我听张伯伟教授演讲的时候，也出现"陷阱"两个字，视野比较狭窄的那种陷阱。我也感谢这个CBS 的李楚成教授。这一场是首先是李楚成教授跟陈瑞端教授来发表。主要呢是因为李教授发现了笔谈的魅力，跟我谈起这个研究的方向。汉字文化圈内的民众汉语书面语能力逐步下降。またもしあったとしたらどんな価値だったのかを文化人類学的に分析します。他与潘少潜、张謇合称为民间立宪运动三杰。但是其实这个善这本身是中国文人的一个中国艺术的体现。